大家好，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上课，OK，因为我有学校的考试，所以我会用这个 recording 的方式跟你们上今天的课。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有看了要怎样准备这些内容，OK，所以我们现在来接下去看，就是如果没有用这个系统抓到 Double Go 的话会怎样？会带来什么后果？哎，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做这个查查 Number Go 的话，最大的后果就是你的银行卡阻隔其他声音吧。OK，什么是银行卡阻隔？就是你会把你所有 ledger 的资料在接下来会把它放进银行卡阻隔里面。OK，所以我们可以报恩单的时候，我们会看关于这个 inbound 如何的东西。OK，所以我们来看，如果它的就你的 ledger，你没有使用 system data double go，然后你的 inbound 如果不 inbound 的话，它就会造成你的温吞或者是 rookie 的 abort，就是它会造成当你要计算你的公司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的时候，你算出来的结果是不准确的。OK，然后第二个后果是你的 credit card 啊，你的 debit 这个就是当你要去准备你的 PAK，人家的 credit card 完了样的时候，你所算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准确。OK。所以，就是你的 ledger 不 inbound 很有可能就代表你的 asset liability 或者是 equity formulae 方面有出现错误，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造成你的这个 credit card 完呢不 inbound。OK，然后过后就是当你比较你的公司的表现的时候，可能你拿去年跟今年比较，或者是今年跟明年比较的话，你所算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准确的。OK，所以当他算出来的这个结果不准确的话，它就会造成当你的公司要计划，未来公司要使用什么策略的时候，它就会造成所带来的结果不准确。OK，就是你的公司无法很好的安排他所要使用的策略，这样子。OK，然后过后，如果你没有用 system 查单的话，就会造成你的查单比较冷的，比较冷高。OK，就是讲你所记录的东西不完整。所以这个是它的 example，就是讲这个母猪的公司，如果还没有用 system 找到它母猪的话，它就会造成它的本亚德狗完全不准确。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看 echo 搞完了。所以什么是 echo 搞完了？echo 搞完了就是 ring 加三，echo 不能 terima，还有 echo 不能 bayar。OK，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account balance remote 跟你的 account balance buyer，当你记录在 ledger 的时候，通常你会把它记录在你的 ledger cost 里面。OK，就是每一个公司还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account。OK，所以这个 account 搞完了，就是你把每一个属于自己 account 的公司，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把它记录进你的 account 搞完了里面。OK。所以这个 account 搞完了可以帮助你，就是可以帮助一个公司更容易的计算这个 account balance remainder 还有 account balance buyer 的 jumla 是多少，就是还可以帮你计算你的 account balance remainder 还有 account balance buyer 总共的 amount 是多少这样子。然后过后这个 ledger balance 还有 ledger boolean 可以，更容易的，就是你更容易可以看到
就是当你使用这个 Excel 搞完了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更容易知道你总共你的 ledger 转让的 amount 是多少，然后你的 ledger balance 的 amount 是多少。OK，然后过后这个 Excel 搞完了，也是帮你更容易的把它记录进你的 inbound 跟 Google。哎，就是你在你的 inbound 跟 Google，你不用每一个 account 都记录，你可以直接记录它的总结。OK，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服装你的答案 account 搞完了。OK，就是你准备这个 account 搞完了的目的是什么？OK，所以第一个目的就是你准备 account 搞完了，是为了计算你的 account balance 的 remainder 的总共的剩下的 amount 是多少，还有帮你计算你的 account balance buyer 总共剩下的 amount 是多少。OK，所以这两个就是为什么你要准备这个 Excel 搞完了，然后过后还可以帮你检查各个八单、八单的 line cover 还有 Excel 不能 buyer，就是你可以用来计算你在 Excel 不能 remainder 还有 Excel 不能 buyer 的准确度，就是你记录在这个 Excel 不能 remainder 还有 Excel 不能 buyer 到底准不准确。OK。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班干 laser arm，OK，就是让你的 laser arm 变成 balance，OK，所以这个 account 搞完了有两种，一个是 account 搞完了 balloon terminal，还有一个是 account 搞完了 balloon buyer。OK，所以什么是？account 搞完了 balloon 的 remainder，OK，所以这个 account 搞完了 balloon 的 remainder，如果它的 by key 是 debit 的话，是正确的，因为这个 account 搞完了它是属于下来的，OK，account balloon 的 remainder 是你的 asset，所以正常来讲都会 by key debit，可是，在有些时候这个 account 搞完了也会 by key credit。哎，就是什么时候你的 account 搞完了会把 key credit，就是第一个，你的 account balloon 的 remainder 就是欠你钱的人，当他还完所有钱给你过后，然后他再退一些他跟你买的货物给你，就比如讲说有一个，你是卖车的公司，然后他跟你买了10辆车，那还完车的钱给你了过后，他发现有一辆车有问题。那就把这辆车退回给你，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你的 account 搞完了 balloon 的 remainder 不 get credit。OK，那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会不 get credit，就是当他还完钱给你了过后，你再给他 discount。就比如讲说，你答应那个公司，你就讲可能10天里面还完钱给你，我给你 discount。5000块，OK，所以当这个公司在10天里面还完钱给你了过后，你要给他 discount，所以这个 discount 可能就会造成你的 account balance 的 remainder 不 get credit，OK，所以这个是 account 搞完 balance 的 remainder 的 format，所以它上面的 item 是一样的，就是跟你们的 ledger 一样，direct booking folio amount。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OK，它的 by KBB 如果是在 debit 的话，就是正常的，因为它是属于 asset。然后 by credit 的话，就像我刚才讲的两个理由，第一就是它还完钱给你了过后，还有 balance 转让，或者是还完钱给你了过后，你给它 discount，OK。然后呢，什么时候你要？把这些东西记录在你的 account 搞完了的 day，什么时候要把它记录在它的 credit？哎，简单来讲，你要把这些 amount 记录在 debit，就是这些东西会增加你的 account balance 的 remainder 的 amount 的时候。哎，打个比方，就是有 balance 或者是有 buy that，就是会增加你的 account balance 的 remainder。或者是当别人还钱给你，可是 check 打拉勾，所以那张支票退回去的时候，
可是你给人 discount，可是你取消了，所以你要加你的 equivalent remainder 的 amount。OK，如果当他减少你的 equivalent remainder 的 amount 的时候，你就放在 equivalent remainder 的 credit side。哎，就比如像布兰恩加兰，then 就是他还钱的时候，the discovery，然后然后还有 contract。所以这个 contract 就是讲，你的 equivalent remainder 跟你的 equivalent buyer 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拿你的 equivalent remainder 跟 equivalent buyer 的钱，两个就是就是你用你 equivalent remainder 的钱来还你 equivalent buyer 的钱，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个 contract。哎，所以它就会减少你的 equivalent remainder 的 amount。哎，然后你就算它的 bucket HP，之后算它的 bucket VV。哎，然后过后，接下来第二个是 equivalent buyer。equivalent buyer 正常来讲，它会不 bucket credit。哎，因为这个 equivalent buyer 是 liability 来的。可是什么时候你的 account balance 会有 bucket debit？第它会 bucket debit 的原因其实是跟刚刚的 account balance balloon 的 remainder 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还完钱给别人过后，你再有 balance 就是你退货给他们，或者是当你还完钱过后，你收到 discount，就是别人给你 discount，就是这两个原因会造成。你的 account 搞完了不用买呀，买 OK，所以你的 account 搞完了不用买呀的 format 其实大致上跟你的 account 搞完了不用什么一样，只是他们两个是相反的。OK，就是会增加 account 搞完了不用买呀的话，你放在 credit，会减少的话放在 debit。OK，所以我们来看 credit 的有你的 balance 还有大码数还有两排的。OK，然后你的 debit 有你的 bank distributor remote 不让人不亮，有 contract。OK，所以这个 example 是这个 equivalent balloon remote 的一个 example 来的。OK，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OK，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在下一堂课问我。OK，所以你们如果到这里啊，你们可以暂停这个 video，然后自己读一下这个 example，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记录起来。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你的 equivalent balloon buyer 的 example。OK，然后过后这个 example 它就是这样，是帮你到最后的时候，你的 monthly 的 balance 的 amount 一定是跟你的 equivalent balance 的 remainder 的 amount 是一样的。OK，所以这里还有给你几个 example，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从第七十。第七十一面开始到第七十六面，哎，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然后过后我们来看什么是 Zaratan contract。OK，所以 Zaratan contract 就是平板 daripada laser jalan ke dalam laser berlian ke sebab layer，就是你的 laser jalan 就 berlian 的号码互相取消掉，就是你用 laser jalan 的钱来换 laser berlian。或者是 laser 不亮的钱来扣 laser 就要烂，OK，所以什么时候会出现？就像我刚刚讲的，当一个公司它跟同一个公司有不亮 credit 也有 drawdown credit 的时候，就会出现。OK，所以这个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zaratan contract 来取消掉它的不亮 credit，还有它的 drawdown credit。哎，所以这个是好的 example。哎，所以我们打个比方，就是
ada akal belum bayar, ya pembekalan ni. Akal belum terima, ya pembekalan ni. Okay, si ha belian 1500, ha de jualan 45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contra，就是他用他的 boolean 1500块中的450块来扣掉这个他的抓烂的钱。哎，所以到时候你的 account 不用白呀，就会把 key 1050。OK。所以，就是接下来这个赛还是讲，就是你准备了 account 搞完了过后，所会带来的后果是什么？OK，就是你准备 account 搞完了过后，你很难知道你的 account 的人们或者你的 account 白呀的错误出现在哪里，因为你在 account 搞完了，你做的只是它的总结，就是它加起来的 amount 吧。哎，所以在这里你很难知道他们到底你有错误这样子。OK，那过后会出现其他半个答案，就是可能你没有进入到一个 equivalent 或者是一个 equivalent 吧呀。然后最后可能会出现可惜老板们名单看错的答案，是可能你要把他们放进你的 equivalent 的时候，他的。然后是错，OK，报礼貌基本上就是这样。哎，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在 comment 写给我，或者是在线上课问我。OK。